葵 ，Hello， 你为什么越站越中越低？麦葵，你跳舞。你没有看错，通常在游戏界才会出现的虚拟动画人物，现在要上直播平台。超可爱的吉祥物麦葵不仅能唱能跳，还能起立蹲下，与主播的互动更是超可爱，让线上观众忍不住刷上一排爱心。那我们是全台湾呢，首创呢就是直播台跟 AI 合作，然后呢，这个也花了我。你知道吗？我把女明星买限量爱马仕的钱拿来首创 AI， 对，然后就是跟大家分享，其实这个东西我们搞了快一年了，真的快一年了。我觉得，我们在 YouTube 上面，可以看到 AI， 那为什么不能在直播台上面看到 AI？这项创举出现在两栖直播主管管的频道，记者深入采访后发现创意竟是来自直播主本人，他斥资百万耗时八个月，让台湾直播平台也能有 VTuber 的诞生，借由 AI 技术让小孩的偶像麦葵一起上直播台，实现亲子能一起看直播的梦想，也让管管在双十二档期冲出好成绩。嘿，麦葵，你手不累吗？我们 give me five 一下，我 five 不到你啊， five， 你站得都快比我高了。串接过程不仅要突破现实的摄影设备，声音串接 AI 人体动作感应，再绑定脸书系统、直播系统，经过一连串的挑战，让大家可以看到虚拟主播麦葵登场，不仅让直播画面更丰富、更有质感，直播平台不再只是卖东西的购物频道，让台湾接轨国际最新科技与流行。